真感动。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翻到第三页，啊，那各位，你想呢？念到一半，你要去行行，爬起来念嘛，无要紧啊。你只要念嘛，你行来行去也无要紧，啊，你坐咧念嘛，无要紧啊。那最主要，咱大家咧念嘛，发菩提心，大家个修八关斋戒，为众生离苦得乐，读诵大乘经典，特别大乘的咒法，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呢，利用今日安尼来读诵，安尼同好啊！来，三乘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啊，念完呢就可以愿意坐下来，就坐下来。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深信因果，读诵大乘，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劝进行者，大家发起这样的心。好，请坐。等一下要开始念咒语的时候，我们就停一下。因为后面有一个翻译呢，就把这个咒语的中文也顺便写上去，后来更有信心。哇，念这股酒，哇，如何如何，这样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发愿啊，如果你年轻人真的把这个梵文学一学，每一个咒语都有标法的，有意思的。啊，咱即马念哈尼侪咒语，咱是有信心的背的。如果每一字都了解也意思，我哩念起不同款啦。可能欧玛尼背面后，哦，就是该水啊，才讲啊，那就叫莲花上的如意宝，就是讲你的心保持的安尼，不但你众生嘛呢，啊，这边呢转化众生不清净的身口意，成为玛尼背面后啊，成为一种啊慈悲的莲花，啊，能够自利利他度一切苦厄。你了解这个意思。哇，那你念起来不赶快，而且念阿弥陀佛背后啊，只要这个众生听过一遍，伊就永远袂对了什么都啊。你一天念二十一遍，你一定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乃至转宇宙的，乃至有偌济晓啊，落何规地，佛陀讲伊算会出来，还是念一遍阿弥陀佛背后的功德，哇，供供未完，就讲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代表阿弥陀佛的一切本愿功德。如果能够了解这个意思，你脑壳里念阿弥陀佛，那你念起来不赶快啊？真不想间断了 啊， 不想要间断，永远的念，连你困嘛想要念啊，连要临命终嘛更加爱念，
咱的生命就进入了哦，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进入阿弥陀佛的方的啊菩提心的净土，所以有这个理解更加好啊。所以呢，这个酒，咱大家来推广啊，劝进行者，希望大家拢会要念，大家挂着这个咒语，就算伊无合分，嘛挂着，挂着了得了这个咒语的种种的功德，来生出这种的慈悲心。第四页。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在王舍大城奇舍觉山与诸弟子共会说法，于是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来诣佛所，又绕三匝顶礼佛足，合掌向佛而拜佛言：唯愿世尊为利益众生故，说陀罗尼神咒，令诸人天普得安乐。佛言：善哉善哉，大梵天王，如能悯念一切众生问此利益之事，如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演说，此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能与一切众生最甚安乐，不为一切夜叉罗刹及癫痫病恶鬼在前陀鬼诸鬼神等作诸恼害，亦不为寒热等病之所侵损，所在之处恒常得胜，不为斗战怨仇之所侵害，能摧他敌厌骨咒诅，不能为害，先业之罪悉得消灭，毒不能害，火不能烧，刀不能伤，水不能溺，不为雷电霹雳及飞石恶风暴雨之所损害。若有受持此神咒者，所在得胜；若能书写带在颈者，若在臂者，是人能成一切善事，最胜清净，常为诸天龙王之所拥护，又为诸佛菩萨之所意念，《金刚密集是及天地是大梵天主毗筹天大自在天俱摩罗君众比那夜迦大黑天难提基说天等昼夜而常随足拥护此持咒者，又为摩地前奴天众及于自在诸天神众亦如是拥护，又为诸摩天众及诸眷属神咒诸神大威德者，所谓央俱施神、跋哲罗神、桑杰罗神、摩摩基神、毗俱支神、多罗神、摩诃迦罗神、度多神、哲杰罗波尼神、大力神、长寿天、摩诃提毗神、迦罗杰尼神、花齿神、摩尼珠髻神、金髻神、宾涅罗罗气神、电鳗神、
迦罗罗利神毗聚之神坚牢地神乌陀祭司神十伐利多那那神大怒神持剑神摩尼光神摄支尼神依摄诈神佛陀陀罗波利尼神楞伽梭神并与无量诸天神等彼诸天众悉来拥护若此神咒在身守者鬼子父母摩尼跋陀神富那跋陀神利天大利天圣气尼神俱乍坛底神功德天大变天等恒常随足而永护之若有女人受此神咒者有大势力常当生男受持胎时在胎安已长生安乐无诸疾病重罪消灭必定无疑以福德力财谷增长所说教令人皆信受常为一切之所敬事应当洁净若男若女同男同女持此咒者当得安乐无诸疾病色相炽盛圆满吉祥福德增长一切咒法皆得成就待此咒者虽未入坛即成入一切坛与入坛者成同其行不作噩梦重罪消灭有起恶心来相向者不能危害持此咒者一切乐欲所求皆得二十四尊即说咒曰、请翻到144页因为144页这位翻译者特别把这个经文咒文一个很好的翻译那像那念大乘佛法念咒语太重要因为咒语就是佛就是菩提心嘛啊，就是佛的加持啊所以我们这样来慢慢念第四行来佛说普遍愿满清净炽盛思维报应心无能胜总持大随求陀罗尼南无萨瓦丹他涅多难归命毗卢遮那佛身口意业遍虚空演说如来三密门金刚一乘甚深教南无南无萨瓦摩陀玛帝萨那瓦必要归命本觉心法身常住妙法心莲台本来庄严三生得三十七尊住心城普门成数诸三昧远离因果因果法然具无边德海本圆满还我顶礼信诸佛摩陀大摩圣起辟要南无灭恶去菩萨法界众生离苦得乐三途有情
拔古与乐之，大而夜他嗡威不罗摩比，过去世恩成佛道，威不罗威摩利，一切众生灭罪，热夜波比，一切众生施如意宝，瓦日那入瓦那波比，一切众生断除烦恼，耶帝耶和尼，一切众生所求成就，耶耶那瓦苏达尼，一切众生慈悲护护，嗡沙瓦波比苏苏达尼，无佛世界以众生慈悲护护，嗡玉露那瓦耶耶耶利尼，一切众生断胎生苦，尼尼尼尼耶摩尼耶摩尼，一切众生施饮食，涅诃涅诃，一切众生施衣服，涅耶涅涅涅利，一切众生令满众生波罗蜜，耶波利耶波利，一切众生满忍辱波罗蜜，耶帝耶帝耶摩尼耶利，一切众生满精进波罗蜜，玉露玉露尼，一切众生满禅波罗蜜，坐利阿坐利，一切众生满慧波罗蜜，目坐利日意外热意，一切众生满方便波罗蜜，萨瓦波耶慧尔帝涅波善波罗蜜，一切众生满愿波罗蜜，悉利悉利密利悉利悉利三曼多迦罗沙利，一切众生满利波罗蜜，萨瓦舍多罗波那摩他利，一切众生满智波罗蜜，拉齐沙拉齐沙摩摩究竟，萨瓦萨那瓦难陀，一切众生和离愿，为离为离为耶多瓦那罗波耶那舍利，一切众生和离贪欲，树立树立寂立见摩利，一切众生悉合离于痴心为摩利，一切众生合离实难苦，日夜日夜瓦悉日夜，一切众生令离水难苦，瓦地婆耶瓦地，一切众生和离火难苦，那达那摩俱扎摩罗婆利尼瓦苏维维婆维悉那拉，一切众生令离冰贼苦，费萨鲁波陀悉婆耶瓦地摩诃维尔耶逆位，一切众生身心安稳，拉吉萨拉吉萨成就默默究竟，萨瓦萨那瓦难作，一切众生过去父母令成佛三曼多，
萨瓦达拉，一切众生七世父母令成佛，萨瓦宝婆为娑婆利，一切众生父母永断生死苦，呼噜呼噜，一切众生父母长寿，夜起萨达拉，一切众生无病患，摩拉陀利尼，一切众生令发菩提心，萨起萨起萨，一合成就哄，决定默默就近，阿难他萨达拉，那波那耶那谢，灭杀生罪，波利摩作业，敏塞瓦鲁契毗亚，赞你灭偷盗罪，赞你赞你，令非耶瓦帝灭淫欲罪，萨瓦那萨萨尼瓦，那尼舍多鲁波契萨，波拉摩他，宁为热夜晚，心里灭妄语罪，呼噜呼噜，灭孤酒罪，住噜住噜，灭自赞毁他罪，阿育波罗尼苏，拉瓦拉美他利，灭坚贪罪，萨瓦尼瓦多不自利，灭嗔恚罪，地利地利，灭诽谤罪，三曼多瓦鲁智地，灭饮酒罪，波拉比波拉比，灭食五心罪，速波拉波为顺地，灭害鸟鱼食罪，萨瓦波波为娑婆尼，灭破戒罪，具戒达拉达拉达拉尼达拉尼尼，灭不教罪，数目数目，灭三毒罪，碌碌作利，灭三漏罪，作那耶怒色戒，不那耶，灭三假罪，命阿善，灭三淫有罪，势利瓦不陀难惹厌见摩利，灭四世住罪，弃是你弃是你，灭四流罪，瓦罗尼瓦罗能，俱是灭四取罪，唵波那摩为顺地，灭世报罪，速陀耶速陀耶为顺地，灭世原罪，波拉波拉灭世大罪，毗利毗利灭世福罪，不鲁不鲁灭世慈罪，梦耶罗为顺地，灭世身罪，波为大拉木契，灭五住地罪，可尼尼可尼尼，灭五受根罪，去拉去拉，灭五盖罪，路瓦利多士利，灭五间罪，三曼多波兰沙利多，灭五见罪，瓦婆悉多顺地，灭五心罪，路瓦拉路瓦拉，灭六情根罪，萨瓦尼瓦耶那，灭六世罪，三摩迦拉萨尼，灭六相罪，萨帝耶瓦帝，灭六爱罪，多拉灭六行罪，多拉耶吽灭六爱罪，南耶维鲁智地，呼呼罗呼，
灭六疑罪，护怒护怒，灭七漏罪，即是你，即是你，灭七离罪，萨瓦伊拉赫波契塞尼，灭八道罪，灭力并灭力，灭八苦罪，祖母祖母，树母树母，灭八垢罪，树为作力，灭九脑罪，堕落堕落那，夜为路自力，灭九自罪，堕那夜堵后，灭九上缘罪，波夜瓦利，灭十烦恼罪，阿舍扎摩诃大路那婆夷毗要，灭十福罪，三目那拉萨耶拉，灭十一片死罪，波利焰丹，灭十六支箭罪，波多拉耶耶囊达拉，灭十八戒罪，萨夫达拉萨满地那，二十无我智舍满地浪旺日那，波拉迦那六十境，瓦日那波舍满旦尼那，见地思维九十八识，百般烦恼，瓦日那路瓦路未顺地，恶慧明三心那，不离不离等是等心，涅波瓦地五世住业，涅波为顺陀利，是恶趣灭得是无畏，具起是三不落利，度五道，入瓦罗，入瓦罗永五根，坐那坐那净无眼，入瓦利利成五分，波那瓦萨度尼瓦，具足六神通，上满地难，满足六度业，逆密欲那既难，不为六神惑，阿弥利多瓦拉萨尼，常行六妙行，逆佛多瓦多拉尼，生生世世作七净花，阿毗胜作度命数，夜多瓦罗瓦作那，悉成八水，阿弥利多瓦拉瓦布塞，具九断智，拉起沙拉起沙，成就默默究竟，萨瓦萨坦瓦难作，城下地形，萨瓦达拉萨瓦那，十一空劫常以用身心自在，萨瓦破译必要，能转中恶行轮，萨摩摩那若非必要，具足十八不共之法，萨摩波要逆必要，圆满无量一切功德，萨瓦努舍扎波耶毗耽谢，生生世世断骄慢障，萨瓦迦利迦那诃结爱欲随，为你那诃为瓦那，灭嗔恚火焰怒所瓦，波那那拉密密多，梦涅利耶露舍耶波维那，舍利永拔断痴想，萨瓦要起叉拉起叉破，断诸见罗网，宁耶宁瓦拉里
善修人间道，萨拉尼萨利莫洛莫拉拉莫瓦帝，正向菩提，热夜热夜热夜度哄，成就三十七品住道法，达拉萨瓦迦兰得金刚身，悉照度命以哄，摩诃畏念寿命无穷得，萨婆耶萨陀耶，永离怨恨无杀害心，萨瓦曼努拉索多尼常蒙安乐，切多耶萨瓦畏尽那，闻名听声恐怖悉除，日夜日夜所求满足，悉地悉地速悉地，爱别离苦悉地也悉地也，除灾安乐莫地也莫地也，除病延命莫陀也莫陀也，波拉耶除观难波拉尼波拉尼，产生安允灭拉耶命阿苦，除福怨贼萨瓦为你耶，为耶多莫地日欲度利罗令令敬爱，日夜瓦地诸人敬爱，地色扎地色扎，天人敬爱，善摩耶摩努波多耶敬爱，但他涅多妇人敬爱，赫利奈耶女人敬爱，顺地婆罗门敬爱，密耶瓦鲁迦耶杜哄，宰观敬爱，阿舍扎毗摩诃，那鲁那婆夷毗要，大乘敬爱，萨拉萨拉居士敬爱，波拉萨拉波拉萨拉长者长者，萨瓦波拉努维苏托尼善曼多迦拉曼努拉维顺地地士地士维涅地维涅地梵王梵王维耶多摩拉大自在天大自在天维苏托尼天地将军，天地将军，气势你，气势你，童男童女，童男童女，萨瓦波波，天龙天龙，卫顺帝，夜叉夜叉，莫那卫涅多，前那婆敬爱，地热瓦帝。阿修罗阿修罗瓦日罗瓦帝迦罗罗迦罗罗达那路智耶毗卢遮那护念地舍次第真意成就萨婆诃悉哉成就萨瓦旦他涅多摩陀阿处佛金刚般若蜜护念毗舍伽帝真意成就萨婆诃。好，翻过来继续是每一个佛习真怀住的成就，所以他就没有特别翻译，他是就把诸佛菩萨为众生的功德都能够成就，所以我们继续念162页。
萨佛摩尼萨南瓦比舍奇尼萨波诃萨瓦尼瓦多比舍奇尼萨波诃萨瓦丹达尼多诃尼那耶帝舍智多诃利那依娑婆诃萨瓦丹达涅多萨摩耶悉利萨摩诃依那利依那利瓦帝依那拉弥耶瓦伦支利萨婆诃摩那含弥萨婆诃摩那含摩尼喻斯利萨婆诃维舍那那摩舍奇利帝萨婆诃摩悉斯瓦拉曼帝多多不尔多依萨婆诃瓦日那婆尼摩那维利耶帝舍次第萨婆诃帝利多拉舍迦罗舍迦罗耶娑婆诃维卢图迦耶娑摩诃维卢波伽萨耶娑摩诃维斯那摩那耶娑摩诃赞多罗摩诃那惹南摩塞奇奇利多耶娑摩诃阎摩耶娑摩诃阎摩普尔多那摩舍奇利多耶娑摩诃瓦卢那耶水天护念真意成就娑摩诃悉哉成就上下皆为是之见耳，摩卢罗耶娑摩诃，摩诃摩卢多耶娑摩诃，阿格那依娑摩诃，南耶维卢支多耶娑摩诃，尼瓦耶那。比亚萨婆诃，南耶耶那比亚萨婆诃，亚其塞耶那比亚萨婆诃，拉其萨萨耶那比亚萨婆诃，耶那哇耶那比亚萨婆诃。阿苏拉耶乃比亚萨摩诃，耶卢那耶乃比亚萨摩诃，吉那拉耶乃比亚萨摩诃，摩呼那耶耶乃比亚萨摩诃。摩奴萨比亚萨摩诃，阿摩奴塞比亚萨摩诃，萨瓦尼拉悉比亚萨摩诃，萨瓦达奇塞达利比亚萨摩诃，萨瓦布迪比亚。萨摩诃毗利帝毗耶萨摩诃毗舍奇毗耶萨摩诃阿波萨摩利毗耶萨摩诃
金牌乃比要萨婆诃嗡都伦都罗娑婆诃嗡都伦都罗娑婆诃嗡婆罗摩罗娑婆诃诃南诃南萨瓦瑟婆罗南萨婆诃南诃那诃萨瓦那瑟扎婆拉那瑟扎南萨婆诃婆卓婆卓婆来那瑟扎南萨婆诃婆卓婆卓萨瓦婆拉斯提迦婆利提耶明达拉南依摩阿悉帝斯那帝三匝会三舍利兰卢阿拉耶那舍匝悉多南萨婆诃卢阿林多米耶萨婆诃波拉卢瓦利多耶萨婆诃尼婆多卢瓦拉耶娑婆诃三曼多卢瓦拉耶娑婆诃波尼巴拉那耶娑婆诃波拉卢波那那耶娑婆诃摩诃迦罗耶娑婆诃摩帝尼耶那耶萨婆诃要其斯尼那萨婆诃拉其萨悉南萨婆诃阿迦奢摩帝利南萨婆诃萨摩那那悉婆悉尼喃萨婆诃拉帝利卓拉喃萨婆诃尼瓦萨卓拉喃萨婆诃帝利三帝利卓拉喃萨婆诃吠罗卓拉喃萨婆诃阿吠罗卓拉喃萨婆诃涅婆诃利比亚萨婆诃三多拉尼娑婆诃呼噜呼噜萨婆诃嗡娑婆诃娑哇娑婆诃婆娑婆诃婆哇娑婆诃嗡婆罗婆哇娑哇娑婆诃吉兹吉兹娑婆诃唯兹唯兹娑婆诃陀那尼娑婆诃陀那尼陀那尼娑婆诃阿奇尼娑婆诃地主瓦布娑婆诃吉利吉利娑婆诃悉利悉利娑婆诃摩帝耶摩帝耶娑婆诃悉利耶悉利耶娑婆诃曼那拉悉地娑婆诃曼那拉曼地娑婆诃悉摩曼陀尼娑婆诃萨瓦瑟多罗南坚婆坚婆娑婆诃娑旃婆耶婆旃婆耶娑婆诃耆那耆那娑婆诃频那频那娑婆诃盘遮盘遮娑婆诃曼陀曼陀娑婆诃曼诃耶曼诃耶娑婆诃
摩尼维摩地娑摩诃苏利依苏利耶维林地维苏陀林萨摩诃赞那利苏赞那利波拉努赞那利娑摩诃俱那悉毗耶萨摩诃若其刹他尼比亚萨摩诃是非娑摩诃三地娑摩诃萨瓦萨帝耶耶尼娑摩诃是中揭谛三地揭谛不舍之揭谛摩罗摩达尼娑摩诃是利揭谛娑摩诃是利耶摩达尼娑摩诃是利努耶哇牛那娑摩诃尼木支娑摩诃摩卢支娑摩诃吠耶哇帝娑婆诃。各位可能只是人有个头这边念，但是徛咧大乘佛法，你只是人拢修八关斋戒，逐天拢修八关斋戒功德，还不如念一遍大随求作为功德。所以各位呢，这所谓的秘法啊，因为呢，你念大随求做了，跟他八千万佛的力量啊，一切佛法天行的力量，拢来帮助这个世间。消除众生的杀盗淫妄酒地狱恶业，成就众生的一切功德，包括波罗蜜等等啊！所以希望各位呢，有时间点点念一遍，那一张会有本圆满的咒语。这张已经过去有提到无啊？哎，这张大随求做圆满的咒语，都要装念的，无提到的举手。哎呀，福报真正歹，已经本了一年啊！啊，本贵啊，本啊！刚刚所有的咒的连接丢来的啦，下回我们会印再多一点送来台南、高雄中心，你们自己拿好不好啊？这整张要带在身上，带在身上。那今天这种念法，拜各位老机会，所以要学梵咒哦。这句话下面一转个念，这句话下面有个念，哇，你念的就很认真了、啊，因为你知道这样念。可以利益很多众生，可以圆满众生的波罗蜜，可以消除众生的无间业，可以消除众生的病苦，包括释迦牟尼佛，伊去出家六年啊，耶稣陀罗才生囝，结果全部的人拢侮辱伊讲，佛陀去出家啊，你未见晓，甲什么人生安尼啊？所以连迄阵国王嘛相信，所以就只好乌一个坑烧火，将因母仔囝弹落去安尼啊。啊，所以要等到迄阵耶稣陀罗嘛哭，伊就念这个咒啊，因为念这个咒，母仔囝平安呐、啊，变莲花，然后大家才相信啊。所以这个咒可以消除无量的业啊，包括你的朋友更加歹的人，对了，无间地狱，你该念这个咒，伊的名，佮吹一口气，无间地狱拢变到极乐世界，因隆重往生极乐世界，乃至是上品往生。所以这个咒啊，哎呀，消业障、消贫苦、母仔囝平安，都是这个咒，有重要哦。今日得到爱国奖官了，啊！但是各位，重点是你要有慈悲心，无你念未落去呢。你若无慈悲心、菩提心，你拄阿嘛困去啊！啊，乃至叫你一天念一遍，我无爱，我甘愿食菜嘛，我爱念啊，因为你会觉得很烦呐、啊。那除非你有大悲不退转的心态，所以你才念的落去啊。那一年你都一讲一个背起来，好不好啊？不得了啊！背起来，你这些人一定是全身舍利啊！啊，包括这次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去美国，他要在十六世大宝法王翁姓的时候，在起起来一切如来心秘密陀罗尼，给扛去美国，让所有的。那众生看了这个一切如来心秘密陀罗尼塔，能够消除无量业障，所以也要念咒的人比一个塔较伟大啊！就讲你也要念大悲咒，你行开什么所在啊？不得了啊！那特别这个密咒啊，所以我们再翻回来啊，念这个咒
起这个咒为功德。请翻到22页，除了长咒念完，这后面还有七小咒，那我们也顺便念一下啊。22页，一切佛心咒，哎，当然你长咒我都背起来，那这个七小咒看你别背多一个，那一般我们是讲心中心咒，你看对，那当然是每一个咒都很重要。来，一切佛心咒，唵萨婆耽他揭多摩尼的波那伐那揭多摩夷奢摩耶多摩摩念名，海涛，来，夏沙摩波弥飘。萨西利拉波法多摩诃摩诃毗摩诃遮利遮罗尼揭谛波多拉喃毗毗波利波罗耶波罗耶波提尼波提尼萨婆耽那揭多揭谛陀耶娑奢迦娑哈。好，等一下，请翻到144页，因为它后面有翻译吗？那七个字有翻译的，请没有180页，起来这个翻译，啊，咱念这啊，更好意义。180页，重新来。心佛心真言曰：唵萨瓦耽他涅多摩帝毗卢遮那如来久会世界波那瓦那畏耶多婆夷世至如来奢摩耶波瓦蜜如来一切智波耶瓦帝萨瓦波比比要是智一切智萨瓦萨帝波瓦乌木尼木尼37尊为木尼作利37尊一切智坐罗尼波耶畏耶帝贤劫16尊波耶赫那尼一切智摩帝摩帝众生度摩陀耶摩陀耶施众生智慧摩地利摩地利施众生良药萨瓦耽他涅多施众生珍宝饮食赫利涅耶住萨塞萨婆诃夷耽勒一切佛心应真言唵瓦日那瓦帝34诸佛瓦日那波那帝舍次第摩帝塞瓦耽他耶多摩奈那一切智应成就六波罗蜜帝舍刹那帝舍次第摩诃目达利所合一切诸法灵验现前成就灌顶真言曰唵目尼目尼一切如来皆集会目尼复尼流出智水阿毗胜作度哄一切如来归金色界萨夫耽他涅他智水灌顶
萨弗为利耶比塞是耶喜百六十生烦恼所知障，莫赫复日落，赫复作永断生死一切苦，莫那拉莫那利达入我萨弗多他耶多赫利那耶帝舍次多夫日利所婆诃等同如来遍法界身灌顶印真言唵阿弥利多瓦利诸佛集会流出智水摩顶护念成就哇啦哇啦成就菩提波啦哇啦为速地成就等正觉轰断众生烦恼轰断众生所知障发萨发扎所婆诃至他涅槃成就结界真言曰唵阿弥利多为汝至你成火焰涅婆胜那契萨逆阿揭萨尼成铁炎但及铁罗王轰必除鬼神轰杀害悉皆鬼神发战发战一切鬼神皆悉成为成亦不生所不可成就。特别这个结界真言够要拜个不会开同伙，因为后面毛子的告诉我觉得翁主那边开始持久，结果没记得结界，没记得结界呢得罪一个大龙，这个大龙当场就被他死啊！刚才我这个有婆姨赶紧退念这个酒该为，所以这个结界真言啊，特别你在很认真的时候啊，甚至各位呢修行一尊能够把它念一下，它来这里就长了艺术了啊，这样呢鬼神不侵呐、啊，那我们修行没有障碍，继续念佛心真言，唵为摩利遍法界如来智，日夜瓦利阿弥利地，吽吽吽吽，盘扎发扎，三界众生皆有佛性成就，萨婆诃成就，心中真言曰：唵波那波那三波那三波那，如来自心利益众生，应大利业，为舍陀宁，哄哄噜噜，作出亲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娑婆诃。阿难平常就念这咒：嗡巴拉巴拉，三巴拉三巴拉，应当你，为须当你。这个哄哄，这两个要念到底。哄哄噜噜，那这上面翻的是作出，但是前面翻的是下类。那我们都是念下类：哄哄噜噜下类娑哈。那这个是整个大水球咒的心中啊，心中心咒。主要你破弄起来念心咒了念这类，它是人家圆满了你的隆中念。好，我们翻回来。那么知道这个咒念过了，然后它的功德我们现在开始来了解。请香港立着老爷，所以辛苦爱提这个酒挂这个酒念这个酒，你就知道得到偌大的功德了。来念一下：尔时世尊说此神咒已，告大梵言：若有暂闻此陀罗尼者，彼诸善男子、善女人，所有一切罪障悉得消灭。若能诵持者，
当知是人，即是金刚之身，火不能烧大梵。当知卢迦毗罗大乘，罗侯罗童子，在母胎时，其母是种女，耶稣陀罗自投火坑。于是罗侯罗在母胎中意念此咒，其大火坑寻即变成莲花之池，此是神咒力故，以是因缘火不能烧。佛告大梵，毒不能害者，如善由成风才长者子，善持诸于一切尽咒，持咒力故，昭摄得叉迦龙王望不竭见，其龙嗔怒孽损，世人受大苦恼，命在须臾，无能救者。于其城中有一幽婆夷，名曰无垢，常持此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其幽婆夷起大慈悲，心生怜悯，往诣其所，以此咒咒之，才经一变，其毒消灭，还得本心。使长者子于无垢边受持此咒，意念在心，是故当知毒不能害。所以各位要有信心，像咱大家安尼念一遍，现场会听到的人，乃至你坐咧边啊度孤，你业障嘛消毒啊。所以乃至你也要念这个咒，你这个身躯变金刚的身体会消不去。都要讲来咧告诉我啊，耶稣都落跳了火，落火落跌，巴肚内底念这个咒，结果火的巴肚就变莲花啊。说了毒不能害啊，这个、龙王用毒来搞这个长者子，足艰苦。刚才优婆夷该念这个咒，才念一遍，那么哎呀，毒就消灭。所以这个世间哪有人咧火烧厝爱念什么咒？大水求咒，有人中毒爱念这个咒。大水求咒，所以各位藏在心里面，藏在心里面就是心咒。嗡巴拉巴拉三巴拉三巴拉音的念，为什么当你轰轰隆隆下来说话，你一直念成习惯，乃至你该挂在心窟哎，来继续念。复持大梵波罗奈城有王，名曰梵师，十邻国王有大威力。起事总兵来伐梵师，十四总兵入至波罗奈城，其王梵师既知是矣，赐城内人汝等勿怖，我有神咒名随求即得陀罗尼，此咒神令能摧他敌及四种兵，其实梵师早欲清净，着心静音书写此咒，持在身上，即往入阵，王独共战，士兵降服，来归梵师。大王当知此神咒有大威力，如来应可常应应念，当知此咒于佛灭后利益众生，太重要。所以各位一定要挂这个咒，一定要挂这个咒，赶紧把寄去伊拉克，好不好？加去有震惊的所在啊！恁家要去做兵，你嘛爱个挂啊！咱台湾嘛爱挂，台湾无震惊啊，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挂，四种兵拢无得讲伊啊！
这个咒语有这种大力量啊，继续念。复是大梵，若有人带此咒者，当知如来以神通力永护世人，当知世人是如来身，当知世人是金刚身，当知世人是如来藏身，当知世人是如来眼，当知世人披金刚甲，当知世人是光明身，当知世人是不坏身，当知世人能摧伏一切怨敌，当知世人所有罪障悉皆消灭，当知世咒能除地狱一切苦难。哇，带这个咒重要不？稍等，提一个一万好唔好？你讲十万嘛好，一百万嘛要提。哎，这个无价的、无价的、无量功德，咱念完一人提一条，好唔好啊？送给亲戚朋友，这个人的身躯，这个人业障拢消毒啊！继续念，来。大梵当知其有比丘有少信心，于如来界有所缺犯，而行偷盗，现前生物及常住生物，四方生物独将入己，而是比丘后遇重病，受大苦恼，有一优婆塞婆罗门起大慈悲，书此神咒，系病比丘颈下，系引应时一切病苦悉皆消灭，于后受尽命中，堕于阿鼻地狱，其比丘尸病在塔中，坐在尸上，其比丘塔今由现在满足城南，因此比丘暂入地狱，诸受罪者所有苦痛悉得止息，普得安乐，其地狱中所有火炬亦皆消灭，是时狱卒见是是已甚大惊怪，具以上士白阎罗王，时阎罗王告狱卒言：是大威德先生设立，汝等可往满足城南，看有何物？于是狱卒受教而去，于初夜分到比塔所，见塔光明如大火炬，于其塔中见比丘尸，尸上有此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复有诸天围绕守护，于是狱卒见此咒力不可思议，遂号持塔名为随求即能，是时狱卒寻即回还，据所见是白阎罗王其持比丘乘此咒力，罪障消除，即得生于三十三天，因号此天，名为随求即得天子。大梵当知如法书写此咒，待持赞于身者，常无苦恼，利益一切恐怖悉除。所以各位发大心，爱将这个酒给老人，每一个老人，好不好啊？
就是讲伊往生啊，就这个酒一落地缸，地缸的拢离苦，一落轨道，轨道拢离苦，因为伊炸这个酒，那有轨道的业报，但是伊的话都站入轨道，那是没有痛苦，因为帮助轨道里面的众生都离苦，只要辛苦炸这个酒，所以去讲助念，咱都要上一卦，好唔好啊？啊，往生者挂在身躯啊，那么这个往生者绝对袂坠落，佫法都帮助佮降这个恶业的众生离苦得乐。来，继续。复次，大梵卢萧阿卫大臣之中，有一长者，名毗蓝婆，裤长盈溢，金银充满。多劳财苦，于是长者身作商住，乘大船舶入于大海，于大海中遇敌迷离雨，欲坏其船，海中龙王复身称怒，其大霹雳遇金刚豹，尔时诸人极大忧怖，是时商主告诸商人：汝等勿怖，我有方计，于此恶难必得解脱。众商人言：善哉善哉。其实商主寻其如法，书写此咒，安置船头，其余应时即见此船有大光明如大火炬，其余退缩，彼诸龙等见是相已，悉起慈心，是时商主及诸商人心大欢喜，得达宝所。好，所以各位，咱来印下这上好每一台船啊，每一台车，每一间厝，拢来搭这个大水小舟，好唔好啊？啊，扛个野厝的，扛个野车，伊就无这台灾难嘛。所以来继续念。是故大梵当携此咒，安置船头，能除一切恶风，飞时寒冻。逐其黑云，欲下霜暴，皆悉止息一切文盲，蝗虫及诸鱼类，时苗驾者，自当退散。一切恶兽，利牙爪者，不能为害。一切苗驾花果，药草悉得增长，果味甘美，随时成熟。诸龙王等已时降雨。所以各位主笔，只要有种稻的所在，种水果的所在，咱拢将这酒啊挂在遐啊，安尼呢，不但无去打糖啊，不用撒农药一样啊，啊，乃至呢龙王的遐所在，各位落雨啊，只毛需要无啊？哎，大家去水口边啊，爱挂着的呀，啊，所以这个咒不可思议。继续念，复次，那梵，若人所求，应当如法书写此咒，随所求愿，悉得成就。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善持胎藏。出胎安隐，日月满足，安乐产生。所以各位，咱做开这酒的，拢爱扛个祝生、祝生娘娘遐。只要人去拜拜，叫伊摕一张纸登去安尼。啊，上去有妇产科，哎，要检查的人，拢给挂一张伫个即搭。啊，即搭妈妈太太，每一次生出来的小孩子都安稳啦，要查甫查甫，要查某查某。而且呢，一定可以怀胎十月，也不会早产。继续念，大梵当知，于是摩羯陀国有王，
名慈名寿，其王出生之时，即生幼说，居于母奶，其母娘奶变成金色，乳汁流出，于其手中又能出于无量珍宝，施诸众生，以是因缘名慈名寿，其王无子，为求子故，设大施会，供养诸佛及诸塔庙，求子不得。后于夜分，其王梦见近居天子，来至王所而告王也。大王当知有大神咒，名随求即得，王可如法书写，与大夫人细其景象，即当得旨，时王觉隐，至于明旦，即如法书写此大神咒，与夫人待应时有胎，日月满足，生一童子，色相具足，端严殊胜，见者欢喜大梵，当知此神咒力，所求愿者皆得称心，复次大梵，即天地是共阿修罗斗战之时，第四天王带此神咒，第四天众不被伤损，而常得胜，安隐还宫，复次大梵。若复有人带此神咒在于身者，一切诸佛以其神力加倍世人，为诸菩萨之所赞叹，于一切处一切生生斗尽言论而得胜，常无疾病，一切灾恨不能为害，心无忧恼，但为诸天之所守护，持八首咒，书写代词，心常意念，一切恶梦恶相不吉祥事，不及其身，只随求即得陀罗尼神咒，是九十九亿百千那由他恒河沙等诸佛同共宣说，同共应可，同共赞叹，同共随喜，有大势力，有大威光，有大功用，一切魔众悉皆降服，此大神咒甚难可得，复次大梵，过去有佛名开颜含笑，牟尼金宝赫意光明出现王如来，于菩提道场坐金刚座，使成正觉，有无央树摩及诸眷属来诣佛所，现诸神力，障难现诸恶相，作嗔怒行，欲诸气障，尔时世尊默然而坐，以慈善根力意念此咒，才意念彼，彼诸魔众见世尊一一毛孔中出百万亿兵众，身披衣甲，放大光明，于虚空中游行自在，十诸魔众退失神通，四散驰走。这个真要紧，后摆各位你若拄着有人要甲你抬啊、强奸啊，
你都不要怕啊。这里面写了以慈善根力意念持咒啊，这个根就代表你过去修了慈悲心，修了很久，然后呢慈悲心已经产生力量，不离北京叫慈善根力意念持咒。所以把人要伤害你啊，就像你很平静啊，以慈悲根力欧玛尼北面欧玛尼北，对方就伤害不了你。所以那时候呢啊，你的每一个魔更康百千万亿，然后呢啊，现在魔众啊就自然没有力量，就跑开了，重不重要啊？你魔可能啊啊的北呼威廉嘛啊，你要慈善根力，所以我们还是要修行，继续念来。复制大梵五禅那成有王，名曰梵师，彼有一人犯王死罪，王赐令杀，即将罪人往于山中拔刀欲杀，其人又被先带此咒，由此咒力刀出火来，善坏如尘。是时法官见是事已，怪未曾有，即王白王俱成上士。王告法官，于彼山中有夜叉窟，无量夜叉止住其中，可送罪人于彼窟内。是于是法官奉教往送罪人到窟时，诸夜叉欲与石弹咒威力故，诸夜叉人皆见其能声光赫异，十诸夜叉将此罪人送至窟外，恭敬礼拜。于是法官复以此事具百余王，王复告言，将此罪人直至大河之中，奉教往直，直是人矣，而不莫逆，履随如地，还以世事起拜大王。王甚惊怪，王唤罪人问其所以，何所解？罪人答王，无所解，再生为代，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王闻是已，怪叹无量。所以咱爱个上去讲讲，迄代死刑犯会怪，好唔好啊？情绪大未着，都要抬嘛抬未落啊！个等你跪的所在跪个个拜。啊，但那罪也算没停啊，所以各位，这个咒的力量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推广，继续念。佛告大梵，如上所说，此咒神力如可知之，必须书写持带于身。复告大梵，若欲带此咒者，当如法书写。尔时大梵白佛言：世尊，若欲书写此之神咒，法则云何？佛告大梵：先当结坛，于坛四角各安一瓶盛满香水，坛内化作二莲花，或三或四或五，四面周匝作莲花须，又作一大开敷莲花，其茎尽悬真薄，又作一八叶莲花，一一叶上作一三叉戟，颈上尽悬真薄，更作一八莲花花，于花心中作一金刚杵，一一叶上亦作一杵，其花颈上尽悬真薄，
又作一八叶莲花，一一叶上各作一乐府，又作一莲花，于花心中化作一刀，其金亦尽玄真薄，又化作一剑，于剑锋上作花，其花锦上亦尽玄真薄，又作一莲花，于花心中化作一罗，又作一莲花，于花心中化作一卷索，又作一莲花，于花心中化作一火焰珠，烧香散花，饮食果子，种种供养，若欲书写代此咒者，应当因法结如是坛，于坛四方不可相离，令且咒人先早欲清净，着心静音，十三种白石，所谓乳酪金米饭，无问指数，竹帛种种诸物，皆悉许用书写此咒。若有妇人求产难者，用牛黄书之，于其帛上先向四面书此神咒，内化作一童子，以宝璎珞庄严其颈，手捧一金钵，盛满珍宝，又于四角各画一童子，身披衣甲，又作种种意，若转轮王带着宇宙心中，作观世音菩萨及第四行，又于其上作种种佛印、诸善神印、悉令足足，又于四角作四天王，众宝庄严各依本方，带着宇宙心中，化作一金刚神，众宝庄严下作一身无贵合掌，金刚以手按此身顶，若婆罗门带着宇宙心中作大自在天，若刹帝利带着宇宙心中作摩西所罗天，若毗舍带着宇宙心中作毗沙门天王，若手陀带着宇宙心中作则杰罗神，若童男带着宇宙心中作巨摩罗天，若童女带着宇宙心中作婆舍婆提天，从此以上所依带着宇宙心中作化作诸天神者，皆须形状少年，面貌喜悦，若欲持带此神咒者，并须各个自以本法。若怀胎妇女带着宇宙心中作摩诃迦罗神，其面黑色，若于高床上悬着，当于高处竖立一，于其床头置一火焰珠，于其珠内安此神咒，所有一切诸恶障碍及诸疫病，即得消灭。若抗旱时，宇宙心中作一九头龙；若至雨时，亦作此龙。当当安着有龙水中，
旱极下雨，至极得清。若伤人待者，余昼心中作伤主行，所将伤众皆得安乐。此此咒人，自欲待者，于众心中作一天女，于其内作星辰日月。若凡人待者，唯当书写此咒待之。佛告大梵：若诸人等能如法书写持待之者，常得安乐，所为之事皆得成就，现世受乐，后生天上，所有罪障悉得消灭。长寿持者，恒为诸佛菩萨之所护念，于夜梦中常得见佛，亦得一切之所尊敬，如当护持，广令流布。佛说此经已，十大梵天王闻佛所说，心大欢喜，信受奉行。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好，难得两百字的时候，在后面各位还是要自己念，因为后面还有写的这个咒的特殊功德叫灭罪成佛咒。这个咒是灭罪业最快成佛最快的咒，那就后面还说这是佛说第一咒，所有的咒里面最殊胜的。那各位呢就会更重要的升起信心。好，阿兰吉玛几人奔着来，好不好？赶紧，哇，太要紧了，用生命嘛要提着。然后，当然以后我们大家印多一点，甚至按照这里面写的建立一个坛城，把这个莲花画好，大家来念这个咒啊，更多的咒啊，送到每一个地方。好，大家来念这个咒，嗡巴拉巴拉，桑巴拉桑巴拉，印达尼耶。我修达尼，轰轰噜噜，下来说哈，轰巴拉巴拉，桑巴拉桑巴拉，印达尼，我修达尼，轰轰噜噜，下来说哈。包括在放生，也要念这个咒啊，来留下的鸟啊、动物，听着，这是酒以后永远都袂做动物啊。乃至一工同好念九遍，念九遍。地面人会变长寿，永远脱离病苦，业障消毒，地狱诸苦嘛消毒，还念九遍啊！所以呢，念这个咒啊，恶病消毒，恶道消毒，往生极静世界，生生世世莲花化身，而且了解宿世之命。所以，只要念这个咒，帮助地狱鬼道、畜生道、阿鼻地狱，那众生只要听到，因能发到业障消毒，速生佛界。啊，所以就算亲近这个人，就遐尼长，伊敢来念其中一字，啊嘛，你亲近这个人，嘛法都尽了解脱，长寿快乐，往生净土。所以这个咒啊，各位绝对唔通怀疑。啊，佛陀讲，你若怀疑这个咒的力量，一世人就会得到白内病，像癌症一样，皮肤癌一样。啊，所以呢。佛陀讲，为着利益众生，为着这只三摩地贫贱穷苦众生，留下这个如意摩尼宝这个咒啊，各位要点来念啊，当这咒当作佛同款来尊敬啊，所以大家咱来念九遍，好唔好啊？不要念的，请现家都啊186页，嗡巴拉巴拉，桑巴拉桑巴拉，印达尼，我修达尼，轰轰噜噜，下来，走出的地方念下来，坐下。啊，对，今日开始一天念九遍，好冇？一天念九遍啊。那么你若有时间常做个念一遍来。啊，你即马睇到咒语后边嘛有并起来，内底有白色的啊。嗡巴拉巴拉，桑巴拉桑巴拉，印达尼啊，维修达尼。所以说多念一个，我们上面是印修达尼，但是英文有一个维修达尼，所以加念一个尾字，维修达尼。轰隆隆下来说哈，好，大家念九遍来。
Om Bala Bala Sambala Sambala Indani Vishadani Hong Hong Lulu Shale Soha Om Bala Bala Sambala Sambala Indani Vishadani Hong Hong Lulu Shale Soha Om Bala Bala Sambala Sambala Indani Vishadani Hong Hong Lulu Shale Soha Om Bala Bala Sambala Sambala Indani Vishadani Hong Hong Lulu Shale Soha Om Bala Bala Sambala Sambala Indani Vishadani Hong Hong Lulu Shale Soha Om Bala Bala Sambala Sambala Indani Vishadani Hong Hong Lulu Shale Soha Om Bala Bala Sambala Sambala Indani Vishadani Hong Hong Lulu Shale Soha Om Bala Bala Sambala Sambala Indani Vishadani Hong Hong Lulu Shale Soha Om Bala Bala Sambala Sambala Indani Vishadani Hong Hong Lulu Shale Soha Om Bala Bala Sambala Sambala Indani Vishadani Hong Hong Lulu Shale Soha Om Bala Bala Sambala Sambala Indani Vishadani Hong Hong Lulu Shale Soha 好啊，各位，咱稍等下要休休完以后啊，咱就要做排位回向啊。本来今日个一本经《诗意梵天所问经》，等下会拿在门口啊，你那边腿等一趟啊，最好啦，行菩萨道很重要的。但是各位，这个大随求咒，我们会大量的印啊，那基本上手会摕到迄一条四箍半，四箍半。那我们最近又在大陆印啊，听说会变成不到2块钱了、啊，然后呢，印越多越好啊。然后呢，这种大随求咒也会印，上回发过了啊。希望掐准啊，进财所在、屠宰场、去东部的所在、妇产科啊，每一个地方人手一张，每个地方都一张，这样来大慈大悲，好不好啊？就是说你如果要从长座背起来，后来办法会你坐顶头就好了。你说坐一下，我们来拜。现在发佛像给大家，一人拿一尊就好了。身躯挂着佛像，有佛力加持；身躯扛着咒语，哇，无同款的咒语，有无同款的功德力。虽然咱是凡夫，但是透过咱行到什么所在？就像你抹香水同款，香味扎在什么所在？特别佛的大慈悲力量啊，这是咒语，这是世间的人会晓念的，一定足足足足。但是咱这咒语送给伊，挂在咱的身躯，行到什么所在，拢产生功德力，帮助众生。因为咱大乘佛法就是咧学习帮助众生的方法，安尼来累积资粮，将来你的身躯伊就变佛的力量啊。啊，虽然咱今嘛阿伯，但是我们尽力而为啊，上人佛像，上人佛经，上人咒语啊，然后也不断的累积功德。你已经修过十遍的八关斋，甲修过一遍的八关斋，你的功德就无同啊。啊，别人甲你讲话，捧水给你啉，哦，就得到你的福力。十遍的八关斋，你已经修过菩萨戒，我甲无修菩萨戒，那功德阁无同啊。那所以各位，我想一个人就跟他一把钉，咱要将咱一把钉点啊，足光足光啊，啊，永远拢袂花去，拿呢来利用这个世间。那这样以后，我们才可以就近成佛。所以各位要有这样的想法啊，包括你的嘴卖媚人、卖工人是非，点了纯度啊，安尼念经啊，你只要开嘴恭维，你就有加持力啊。就跟那大宝法王，我你更加宝贵的物件。啊，吹一下，哦，得到万万的大宝法王的加持啊，啊，不可思议啊！所以各位，我们要我们的口业，叫你啊，咱的心，咱的心嘛，一直保持着万万的菩提心，安尼来累积功德，形形色色啊，你心观想着想，哇，什么人就得到功德，就跟啦，你去想着观世菩萨，观世菩萨去想着你同款。所以我想，咱的六根
可以化成功德。所以大宝法王跟人讲，慈悲心要用六根，要用六根去行慈悲心，慈悲心要转作五蕴啊，色受想行识拢变作慈悲心。你也把就用慈悲心去看众生，哇，众生得到慈悲心的加持啊！你的耳孔，你听人讲话用慈悲心啊啊，反闻文字性啊，讲话人嘛变作功德。所以我想，咱大乘法就在从这样子一步一步一步。希望最后圆满功德，但是你没有起步也不可能圆满。虽然我们现在只有少分少少分的功德，但是对方得到利益啊。所以把话各位赶快，这个人在破病，有十个吃素食的去给他念，那这个人破病较好呗，紧啊！啊，十个无吃素食的去给他念，功德就较歹啊！啊，这十个人辛苦咯，带着大水球做去给他念，啊，这下不得了啊！所以从咱今日大家发菩提心，佮修百愿斋戒，佮做真济功德，奉行时时点灯，佮念过万万一遍大水球咒，哇！这声金光强强棍啊！啊！所以各位要安尼赶紧去病院啊，去屠宰场啊，啊去有伤害受苦的所在，去坟墓区啊，那么啊去家家吧，啊去任何受苦的所在，那么包括你念过这个咒啊，就算你这世间，你拢无念。啊！要死之前，摕这个酒落地界，那地界嘛变作极乐世界。所以我想啊，大乘佛法就在学这啊。所以各位要庄严自己啊，庄严自己。好，我们先再一次回向，来回向，愿以此功德，发菩提心，读诵《大随求陀罗尼经》功德，修八关斋戒功德。点灯供水，奉心火星，佛前大供养，甘露施食，药师烟供，啊，布施随喜，所作一切圆满功德，普皆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在这边报告一件事情，因为有信徒给我反映啊，讲哎呦堕胎啊，有人个讲你若堕胎，好啊，唔知六千块啊，六百块，对我帮你超度，迄是真诶啊假？嘿嘿，迄无好啊。所以各位，那个宗教不是金钱买卖，就算六块嘛，我都替你超度啊。重点是一个慈悲心。所以如果后摆你若发有啥物代志，对方讲爱收啥物钱，叫我都超度，你就不要去了啊，因为没有正法。哎，因为咱人济啊，往往就有这些人会到我们团体来，跟你讲爱偌济，爱偌济，安尼啊，有当时啊，艰苦无多，就要交钱，啊，嘛无好啊。千万不要接近啊，这样子的一个不正确的做法啊，所以你过去讲我辛苦大随求咒送你较紧，不要有金钱的问题。好，那等一下念完以后还有很多结缘品，小丹这搭头前的物件做完供用，咱小丹要摕来海边做烟供啊，还甘露水呢，那一人还摕一罐。今天是大随求咒甘露水，不得了了，所以要念大随求咒心咒，背起来已经背起来，举手，啊，太好了，大家放在心里面，嗡巴拉巴拉三巴拉三巴拉，你当年为什当年放录下来说话，讲个都会弄念嘛，啊，乃至三人啊，下回咱应该坐一人辛苦提一百顶，好唔好啊？哦，讲个什么所在三人，讲咩所在三人啊，乃至啊，把印够卡济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帮忙注印。印这功德有多不？哎，印多了，印个100万条、200万条啊，到处送，看别挂卡片啊，别挂这样。只要有战争、有灾难、有穷苦的地方啊，那各位基本噶炸灯去读，好唔好啊？好啊，读好熟啊，读好熟。下回我们有机会，台南众心要大随求共修会，好唔好？我们请我们慧信法师、湛净法师。抓啊，大概来念嘛，念长咒，念长咒啊，
因为这个经文念一遍，然后大家念长咒，念七灌顶咒，所以叫八首咒啊，一长七短。但是呢，至少你会念心中心咒啊，但是共修的时候，只能给你的共修不得了了。啊，共修大随求陀罗尼经不得了了啊！所以各位呢，每一个中心你要大家找来，大家这样共修，好让大家金刚强强棍，好不好？啊，你可以利益众生啊，帮助这个世界啊，这是佛法最殊胜的地方。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曼德勒，巴利文的意思为多宝之城，位于缅甸中央，为缅甸第二大城，是一座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古城，向世人展现着古代缅甸王朝的灿烂辉煌。曼德勒曾经是阿瓦王朝的首都，所以当地华侨习惯称之为瓦城，是缅甸学校僧侣最多的地方，也是缅甸文化之都，又因盛产宝石、矿石、玉石，被称为多宝之城或黄金之都。西元1871年时，闽东王曾召集2400位高僧在曼德勒举行史上第五次佛经三藏集结的盛会，可知当时佛陀教法的兴盛。在闽东国王统治下的30年荣景，在历史中点缀成不朽的一页。佛教经典的结集，从佛陀入灭后3个月一直到现今，共经过6次的结集。第一次到第三次经典结集在印度，第四次结集在斯里兰卡，第五次和第六次则是在缅甸。第三次经典结集时，阿育王曾遭遇困难，而由慈悲的乌巴库尊者，也就是优婆渠多尊者示现解难。一心顶礼水中佛乌巴库尊者。如果各位去过缅甸、泰国，到处就看到这尊，这个叫发财佛、所以叫水中发财佛。所以要发财就要拜这尊、为什么？因为这尊就是佛陀涅槃以后的第四个祖师，迦摄尊者、阿难尊者、桑那合修，第四个叫优婆橘多尊者。这个优婆橘多 尊者，那个阿育王杀了84000，杀人魔王阿育王很可怕的。阿育王那个时候为了毁坏佛教啊，居然把那个菩提树，就是菩提盖亚的菩提树，硬把它烧掉，好几次把它烧了光光。他不喜欢佛教，杀了很多人。后来这个优婆橘多尊者，他是在水里面修行的，看情况了，他就示现在阿育王面前度了阿育王，阿育王才知道，哎呀，我错了。然后他说：“那我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办？”优婆橘多尊者说：“那可以啊，你总共杀多少？我至少杀了84000人呐、阿育王啊，把他的皇后啊、宫女通通杀掉了，你看多狠。”所以他就跟他说：“可以，你杀了84000人，你只要在这个世界盖84000个佛舍利塔就可以消恶业，这样啊。”所以阿育王就决心要盖，而且他过去毁坏佛教，所以他就发愿要护持佛教。所以我们的第三次佛经结集就是阿育王办的。
但是要办这个障碍可大了，那些魔啊那些龙都要障碍他。那时候怎么办？很多出家人说，哎呦啊，没办法，你要请你师父啊，由婆居作尊，从水里面出来护持啊。所以第三次佛经结局就是这一位由婆居作尊者护持的啊，才能够盖完，在七年七个月零七天盖完八万四千个佛塔，把佛经又重新结集。所以优婆居多尊者，各位要说，你要降魔啊，降小人啊，都念他的名字。他也有发愿，从佛陀涅槃到未来佛出生之前，弥勒菩萨，这个世间人如果你要做善事需要钱的，只要念他的名字就好了。重不重要？重要啊！我们这边要盖什么？盖菩提塔，要盖疗房，这要求优婆居多尊者。所以辽国的缅甸的每一个寺庙都摆着它。曼德勒库克多佛塔位于曼德勒山脚左侧，又名石金院，以天下最大的书著称于世。塔院面积13英亩，中间有一高耸的佛塔，四周由729块缅甸大理石碑林相围成正方，上刻有全本三藏经文，每块石碑都建有塔亭。库克多佛塔由贡棒王朝闽东王所建，从1860年10月开始建造，到1888年5月完工。1870年至1871年，闽东王召集2400名僧人，在曼德勒召开了第五次佛教结集大会。考定校对了以巴利文为主各种文本的南传藏经，并将结集的三藏以石碑为业，用缅文及巴利文镌刻在729块石碑上，立于曼德勒的居他陀寺。四周另外围绕45座佛塔。闽东王曾宣布，发现石碑上有一错字者，奖赏一个金元宝，结果无一差错。不把那都严都你没当我免给啥有啥那不都哭那大大都把白个好都都比那阿个当不打努把为那为那大民族严都你没当我免给啥有啥那不都哭那大大多八百个号都都比那阿个当什么努巴维那大民族严重你没当我明日萨有什么那波都哭那大大多八百个号都都比那阿个当三个努巴维那为那大民族都卡巴达萨内都卡巴亚巴达萨内巴亚都卡巴达萨内都卡宽度大比比巴尼诺埃达瓦拉萨阿美希坦巴坦布娘坦巴坦大比迪瓦努摩坦度大巴坦巴蒂蒂蒂亚大南大丹度大达亚提然热坎度大巴达巴瓦那比拉达昏度吉山度迪瓦达格达大比布达布拉巴达伊西嘎尼萨严巴兰热坎达尼萨迪西那热坎班达米大巴达杨金西维达伊达瓦普然瓦德基杜瓦杨耶德南布尼达纳诺德玛阿提德塔克里纳伊达比布迪耶德南布尼达伊迪纳德西纳杜瓦提佛杜杨金西维达伊达瓦普然瓦德基杜瓦杨耶德南布尼达
那诺他妈阿提塔塔格蒂那伊达比达米耶达那巴尼达伊蒂那迪西那杜布提霍杜杨金西维达伊达瓦布兰瓦格格杜瓦杨耶达那巴尼达那诺他妈阿提塔塔格蒂那伊达比当给耶达那巴尼达伊蒂那迪西那杜布提霍杜巴瓦杜塔巴明兰莱坎杜塔巴迪瓦达塔巴布达努巴维那塔拉杜基巴文杜迪巴瓦杜塔巴明兰莱坎杜塔巴迪瓦达塔巴达玛努巴维那塔拉杜基巴文杜迪巴瓦杜塔巴明兰莱坎杜塔巴迪瓦达塔巴丹嘎努巴维那塔拉杜基巴文杜迪玛哈卡鲁尼戈那托毗达雅塔巴巴尼那布林多巴拉米塔巴巴多丹波蒂穆达曼伊蒂那迪萨瓦西那杜提迪霍杜塔巴朗西安多波迪亚穆里迪加那南迪沃达诺伊瓦梅瓦西奥霍杜西亚杜西亚明里阿布拉西达布林基蒂迪布图维布格里阿比迪基塔巴布达那埃卡巴多波摩德里杜内卡丹杜明兰杜巴巴丹杜后地丹杜克诺杜木后多萨杜叶坦别马塞雷杜巴德基那嘎亚嘎玛瓦萨嘎玛巴德基那巴德基那玛诺嘎玛巴尼迪迪巴德基那巴德基那尼卡托那拉班达迪巴德基那迪阿塔拉塔杜基达维隆那布达达达尼阿罗嘎杜基达霍塔达哈达比希尼亚蒂比布巴那杜达内提达第六次经典结集于缅甸仰光举行，由八个不同国家来的2500位长老僧侣们同时聚集于此。这八个国家为缅甸、泰国、柬埔寨、辽国、印度、斯里兰卡、越南和尼泊尔。即1954年开始，整个过程花了2年的时间，其中包括了种种的比对、验证和考察。于佛陀入灭后的2500年的五月，西元1956年，完成南传大藏经的汇编。此次结集，缅甸特于仰光新建了一座长139公尺、宽113公尺的万人石窟道场，外形仿自第一次进行佛经结集的印度七叶窟，可容纳10000多比丘聚会。此次结集是由犹如文殊菩萨示现的三藏法师明公尊者担任总编辑，并在经典结集的2年期间扮演回答者的角色。明公尊者在1953年通过缅甸最艰难的佛学考试，成为缅甸有史以来第一位三藏持者。1985年大长老能一字不差地背诵16000页佛教经典，被列为今世世界纪录，并以13年的时间编成一套6集8册大佛史。其中第一集的上下2册即是解释如何修习菩萨道。
1993年2月9日81岁的明公尊者圆寂后，于曼德勒建有一座纪念塔，感念尊者与佛法流传的巨大贡献。另外，为了庆祝此次经典结集，仰光修建了一座世界和平塔。和平塔的宝库中藏有释迦牟尼佛的两大弟子目犍连和舍利弗的舍利。不但智慧之光